菲律宾南部苏禄省霍洛今天发生连环爆炸。据菲律宾军方消息，目前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人，其中第一次爆炸造成了5名士兵和4名平民死亡，第二次爆炸导致1名士兵死亡。此外，制造爆炸的一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也在爆炸中身亡。